涉及到你的舞的姐姐有多 real， 一起在餐桌上面吃饭边泡脚，人亚维会炫耀起自己脚完全不臭，吃着烧烤，泡着脚。你袜子臭吗？我袜子最不臭了，我每次穿三天都不臭，但我不会穿三天的。但张雨绮确实自曝自己脚有点酸，我的也不太臭，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。哪里在哪里？而别的姐姐早上在宿舍是疯狂干起碳水早餐。但韩雪的早上则是全素颜在厨房洗碗盆里洗头，而赵玉欢的早上要不就是站在餐椅上提热水壶，要不就是抡起平底锅当做运动，要不就是全素颜出门去助人为乐。而姐姐们下班在宿舍吃宵夜都是顶着全妆，唯独朱丹全素颜出镜，心里想的都是吃的。这个生蚝怎么都没人吃啊？哎呀，生蚝我好像听说可以，可以。这个身材管理，我发现这个号称身材管理的人也没有那么严厉、啊。而早起还没化妆的萨顶顶完全严防死守，结果惨遭素颜的柳岩大吐槽。亲爱的，我化妆了。不是你为什么能包袱这么重还戴着墨镜穿过啊？不是有猫吗？一定有一次拍到你素颜的那种。所以这一季的姐姐你觉得谁最真呢？